外卖，我们两口子又来了。今天老公出差回来了，今天给我做的大羊腿。来个果冻来。好嘞。你真不吃，老公？不吃了，今天刚吃过。再我吃完饭回来，我吃个西瓜。嗯。现在家里面给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。这刷子家里面都是你们发财的选手，我们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家里面。辣乎的羊腿，嗯，太香了。Hello， 家人们，今天又来一个大羊头，看一下，整个视频吃完，对，来，四斤多，每颗小果冻来，开始吧，还是给你吃好的。我又没戴手套，太烫了，慢点，你别来回晃了，你还有来回晃，你看，热一下，太大了，你这羊腿特别好吃。不是夸你，不是夸我，好香。羊舌头是给你吧。嗯。我吃羊眼睛吧。别晃，别晃。你看，刚才又出镜了。这羊舌头。你看。你说这。我都这个样了。我得这样。你说怨我是怨你、啊？这个家里面给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！这羊舌头你看吧，得八十。刷牙了吗？这么黑呢？他可能一辈子没刷过牙吧。羊舌头啊！哎，烫死我了！这地方肉好吃。嗯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吃，我把好吃的地方都给你了，这个是脆骨。嗯。啊。嗯。蛮想吃个羊脑子。我给你打开。嗯。我得用刀给你打开。我想暂停一下。暂停一下吧。嗯。你看看它。现在家里面给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打一下啊，暂停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羊脑子，哎呦，忘带卖了，我今天疏忽了，我想一定要放上我们的小蘸料料，这个是原汁原味的羊脑啊，哎呦，你整个啊，那点疼了，脑子不脑子，你是羊脑子啊，我现在饿死了，你想吃羊脑啊，嗯，不用饭就行，嗯，热，来吃去，给儿子吃一口，好吃吗？他不爱吃，嗯，出来了不成，饭都弄不成，你好，嗯。过来一口、啊、嗯，多放点辣椒，放不放不行，我都爱吃这个羊脑，每次喝羊汤的时候我就都让他加个羊脑，怪不得你们聪明，嗯，看你聪明的，嗯，没有什么味儿，没有啥味儿，没有啥味儿。